三四，有没有四个步骤？那按部就班，一定没有问题，有没有就做出来了？再来的话呢，哈，自行制作社团介绍图片，存成这个，不过这个图档哦是 Photo Impact 的，所以这部分的话呢，先跳过去，因为呢，我们一起讲，把这个跟那个校长预照两个档案一起做，哈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第四哈，而且这个是20分哦，扣20，如果你没做。就扣20分了，好，再来我们先看第五哈，第五的话就是把这张图插进去到第一列这里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哈，加入替代显示文字，这个地方也先跳过去，再来第二列就是要输入文字，分别输入几个嘛哈，第二列就第二列特别注意哦，二列就第二个哈，吉他社，分别输入这个吉他社，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要。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？棒球社。然后再来就是什么？舞蹈社。再来就是童军社。再来就是什么呢？联络。好，这样。那最后呢？哈，他说什么呢？文字要字中，所以你就把这些字通通选取起来，再按字中，啊，这个跟 Word 一模一样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颜色什么颜色呢？零六个零，什么颜色？对，黑色。那其实它本身就是黑色，所以你不要理它，这个等于是多说的，哈。好，那这样第六就完成了。第七的话呢，哈，就是。吉他社储存格式连接到吉他社有没有这个地方？这个有没有？点下去要连到这边啊，因为吉他社的网页还没做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也先不要做这个动作。所以你还没做的话，你可以暂时先在旁边做个记号。第七也还没做，然后我们先做第八。第八的话呢，就是联络我们这里有没有？选取起来，然后要连接到什么呢？要连接到那个 email， 那 email 到时候点下去就可以寄 email 给联络我们嘛，哈，那怎么办呢？插入超连接，这边选择电子邮件地址，在这里输入他要求的邮件地址。这样就完成，就是那这个地方输入 email 信箱，不过前面会自动多出一个 mail to 了哈，那按确定。当然将来呢，如果说你自己做网站，我建议你这边主旨可以打了哈，像我就会有打哈，那这个地方确定就好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就当滑鼠移过的时候要呈现动态效果，什么？